所以我这边提的是有十二个项目了，十个项目是加分的，两个项目是扣分的。那假设十个项目它一条十分，满分就一百分。那假设两个扣分的，也是最高可以扣十分的，就扣二十分。那得的分数越高，就是你很简单去投票的人，哦、所以用这种方式来选总统，当然你就比较有把握。啊，来平常他们不管在政论节也好，或者造势活动呀、看板也好，那你才不会迷失掉自己，而是当作国家的主人，用这样的心境来选总统。所以这边呢有三个面向，第一个面向就是要个人成长资料，我们要了解一个人，一定从他过去到现在来做了解的这种资料。所以这里面有六条，就是候选人他有没有提供他的人生经历的资料给你，你就看他说我今天多好了，他资料要给你，你来判断。那第二个是求学，从以前到大呢，这种求学期间功课好不好不是重点，而是求学期间的人事物，他这个过程里面呢，他有没有用心学习，有没有涉猎课外读物或者课外活动而启发他的人生历练，有这种内容在的，就可以给他加分，加最高是十分的，越多就越高，但是不要十二分的，就十分就可以啊。还有他成长过程有没有犯过错而加以反省，犯错不是重点，要从过错里面去学习去反省，得到他正面的体验跟成长，有就是加分。所以你要看那个资料有没有过去犯过错，他怎么处理的。再是成长过程也会跟他的生活的土地社会建立连结，他对山河海花草树木有没有关心之外，对社会有所期待，他不要那个过去经历都是孤零零一个人走了，那才不好的总统候选人。他跟土地社会有连结，对他所处的这个山河湖海啊，他有他的热心度，懂得说台湾有什么鸟在，那台湾什么鸟都不知道啊，那表示他不关心土地哦，你发生什么他不关心你的，他对社会有所期待，以前跟社会有连结，知道社会是怎么样，有这样就加分。再是他在学校生活有没有展露学习的成长过程，课本老师课外读物有没有得到他的学习的这种养分，能够虚心面对无碍的学海，有谦虚，能够懂得谦虚，他学的东西是无尽的，有没有这种心境在，因为他将来的总统，他面对事情他以前没有看过，他要去学习啊，努力去做的，去了解。前面的五条是加分，后面这一条是扣分的。假如他很直接的没有提供资料，直接说要你相信，强迫你相信他多好，没有资料给你就强迫你要相信他多好，这叫扣分。再来就是他的人文内涵，他的这个从以前到现在工作表现，对工作的环境的挑战，他的情绪处理有没有适应良好，能够掌握好的情绪反应的人，就给他加分。从以前到现在，他面对很多事情，被欺负也好，被怎么也好，或自己这个有挫折也好，他这个当中的情绪掌握怎么样，能够处理掌握的好，就是加分。因为将来要做总统，很多情绪不能乱花，会影响到他的理智性判断。再是多元社会里面有没有折善固执的行为表现，并不是重点，重点在于他有没有多元思考，考虑社会的种种不同的样式。那里面呢，要跟主流民意合在一起。你可能是民意里面一份子，你当然投你认为跟你一样的人。那就是他有没有多元思考，而不是只有他一点点想法，要点各方面的心境开阔。过去工作态度表现，对不满意的事情的顺应跟挑战，他有没有充满正向的情绪跟乐观的态度，
总统假设不乐观了，碰到什么问题他就卡在那边，那也麻烦。所以他有正向的这种心境能量，还有乐观的态度，有这样就加分。另外，在他未来的政见要做的事情，他怎么讲他的看法？这边就是主强调经济成长，可能要不得分，甚至要扣分，因为他有经济成长，再加上一些人文方案，让敦厚文化色彩的政见才可以加分。所以增进人文价值的内涵的政务，再加上经济成长，两个都兼具的就加分，单独经济成长不加分。因为什么不加分呢？经济成长很好的国家都是不幸而多，越来越多犯罪事件、家庭问题，刚才讲的那些精神疾病会增加，所以只有经济成长不能加温，一定要有人民的这种人文、音乐啊、美术啊、什么这些文化性的内涵才加温。这是政见发表的内容，要强调带动人民跟土地发生连结，不是只有他有以前成长跟土地社会连结，他也要政见里面要怎么带动一般人可以跟土地啊、跟这个你要有连结的，这才加分。还有政见发表的时候呢，要看他发表的讲话的态度。他假设不是讲他的成长过程啊，是我是表现的怎么样啊，那你评估好了，我就给我一票。他只是一直骂别人不好，这种人呢、啊，他扣分的。所以这两个总共十二条，所以有十条加分的，两条扣分的。所以我这边呢给大家一点印象的、啊，这个内容可能会在我的部落格里面，可以大家听了还不太清楚，可以再看看，啊、可以做参考。不一定是这个就是完全标准，我做点参考，让你度过今年的大选，你的精神健康主事是至少不出品了，不要掉下去，啊、哦，要不然。很多人因为这个大选当中呢，问他说要去看精神科医生也有，啊，过得真的是太辛苦了。那选了结果又很挫折，因为他支持了没有选上，那就也是很麻烦的事情。所以用这样给大家做参考，重点是候选人他住相也没有很，刚才那个是有几个面向，住相是很宽宏的，明星是贴近你的想法的，那还有许诺。一种真诚度跟他的执行力的，他的许诺是不是让你可以相信的？叫三个面向来评估的意思，用这样呢就可以，我们心境上为了选一个总统，就可以很平安的度过这种社会摆动的一年。